一个就是，哦，还有啊，我之前啊就想说有衣服赞助嘛，然后我就因为我之前都穿长裤，我私底下365天都穿牛仔裤，嗯，然后就最近不是来这节目就会穿短裤，哎呦，穿短裤照拍照啊，那因为我不喜欢修图嘛，嗯，然后就会有人说你膝盖好黑哦，就这样，膝盖黑有什么好澄清？他说膝盖黑，你是不是很喜欢那个柜子？柜对。贵子，啊，你能讲？对，就说你是不是有留言？好了，好了，下次先会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所以学妹，你要澄清说你膝盖黑并不是爱好，不是因为。如果要黑到可以用这个姿势到黑，你必须24小时蹲很久，这样子做哎，这应该问明轩比较知道。而且你还有摩擦的那个，对，会痛哎，对，所以不可能。而且我这个其实我明轩，你应该说定时要擦很大量的乳液吧？不知道，现在变白起来，你看要保养，不然会被人误会了。对，因为我后来才发现，哎，我本来以为大家膝盖都这样，还说不对，因为我的牛仔裤膝盖本来就是会比较深色。没有，我发现真的就你们就是白。白的，我就是会，因为我都穿牛仔裤啊。那个是你没有去角质吧？不是，是因为他腿都没有在保养，他那个血管都会冒出来，没有保养，就被蚊子咬啊，我也都没有理他。气有没有消？有消了哈。还是越讲越气啊！有一点，还有另外一个也很气。你还有？还有，我们还有两个人要讲。刚才我讲完，我真的很气，就是因为我就是不吸地跟不尝试，才开始比较展现我的真实的样子，专业的另外一面。然后呢，有一集就是那个地图的嘛。啊，我就真的看不懂，因为那个他的考验就是我们看哦，是跟你是不是？看那个纸的地图去找公司，地图我完全看不懂。我也是，然后他们上面那个上面就会有人讲说什么啊，博士还装笨，我想说为什么博士一定要会看地图啊？我不是地图博士，超难的。对啊，然后就说，然后还说什么我在那边装傻白甜，让人家觉得我可爱。我说我这个是白痴，已经不是可爱，我为什么要装白痴？傻白甜，气死我哎！他那天是这样，比如说他这个地图，他又印出来那个整个东区的那个图，然后呢给他之后，他就问他说，问别人说这个方向现在是对的，是这个图面的这个位置吧？嗯，确认。道路是这样子，对哦，没错，这个图现在就画这个方向，然后他要开始走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跟他讲往哪边走，所以他从头到尾他要转弯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他的图不能改变这个方向，让他对好了。但他如果转，我那时候就闹他，让他转一圈，他这样断掉了啦，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可是你看，因为我也是路痴，我真的我知道。后来因为坐了一个公车。因为公车又转了一个弯，我的地图就看不懂了。还有那个 Google Map， 每次我在那个听，他就说前方300公尺请右转，我就想说300公尺到底是多长啊？对，这个巷子还是什么样的巷子？对，什么时候才到？对，然后还好开车的人不是我，可是我就想说，万一是我自己开车，我一定想说哪里是300公尺吗？然后如果说此刻请转弯，我就想说哇！而且 Google Map 它那个三角形转很慢，超难的，对，转一圈它还在原地。然后如果你车速跟它那个定位没有在同一个时间，你就永远会错过那个路口。对对，所以你这个观众朋友真的是有路痴这种人。对啊，好，没事了哈。你不是装的啦，你是真的啦。而且他私生活真的很多部分都很白痴，不是装的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 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吸地。